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乐咖，我的个人频道终于出第一支影片啦。其实之前就有一些人都在敲碗说，希望我的个频可以出影片。那我要在这边跟各位说明一下，不是我不想出啊，而是我没有什么时间，因为我还是学生的关系，时间不太够用啊。像这两个月的暑假，我没有办法每天都睡到自然醒，天天都要去实习上班，一切都是为了学分啊。下班回来之后就累得跟狗一样，所以对我来说啊，根本就没有暑假这种东西。再来就是还有学校的报告啊、作业等等的等着我去做，最后还要被 RY 当成工具人，十万来十万去啊，总之就是一大堆事情要去处理。毕竟一天只有24小时嘛，如果一天有36小时，各位我跟你们说啊，什么一周一部影片，不用，不需要，直接日更，一天一部影片好不好？前提是一天要有36个小时。好啦，言归正传，那我接下来会抽出时间慢慢更新影片，各位如果不嫌弃的话，欢迎订阅我，帮影片点个赞，并分享出去吧。好的，废话不多说，正片开始。哦，是狼哎。那这一局呢，是 RY 的粉丝场哦。各位就慢慢观赏我痛宰 RY 的画面吧。干嘛啦？喂，我小丑。想干嘛啦？你是好人还是狼啊？我帮你。RY 有了保镖就不太好刀了。三号是小丑。赶快通知一下队友，让他们知道小丑是谁。这附近好像都没有人呢。再跑去监控室看一下好了。两个，我跟五号都在左半边，我在监控室，他在酒吧。我要先去餐厅了。不要打我！不是我刀的哈，你去找我队友算账。那要哪里？餐厅一句，餐厅一句。哦，好。你一开就看到五号狼队友，那我也回去守个尸，看到人就刀。RY 后面怎么这么多人啊？趁他们还没反应过来，先自拍。我是小丑啦，那个三七应该双狼。对，那看你们要飘三还七，我是小丑啊，我这局先帮好人了。哇，乐咖，我才小丑，我从头跟 RY 在一起，然后有人把 RY 刀嘞，我吓死。刚刚想拍的时候，乐咖走上来，那乐咖应该是狼吧？我才是小丑，我才是真小丑，死了！我拍的时候，乐咖就拍了。那尸体在哪里？我是要往那个右半边那边去做任务。那说一下尸体位置吧。那这样的话，感觉二号比较……乐咖跳小丑，三号也跳小丑。我最后一刻是看到137走一起啦，他怎么投？我从头到尾是怀这个人，就是没有看到 RY 人。在大厅要准备回去这个餐厅接电线的时候，就是大厅偏门下那边的位置，然后看到二号、三号站在 RY 尸体上面，那乐咖从那边方向走上来，全场唯一真工程。然后刚刚在大厅的地洞。然后三号真的有跟着一号啦，所以我觉得乐咖应该是先票乐咖。好，所以尸体是在大厅还是哪里？如果是在右半边的话，我是怀疑二五啦，因为二我经过的时候他是往右半边那边撞。那二五三都跳小丑，那我就三，那我就票乐咖。好像就先票二吧。反正我跟三号有聊一句，我觉得很不满意耶。你刚刚讲二号应该是狼，怎么可能？二号应该是狼。对啊，那二号就跟你跳身份，那你还觉得二号应该是狼？
那你们又觉得你想要星三，我就票二吧。是啊，我就说了三七双狼。那三七一定可以赢。我这一局小丑刚好赢，你要票我啦。不是啊，但是刚刚三号全程都说三七双狼，警长不是输了吗？二三局警长全程。啊，我说我是好人，我说我是小丑，我这一局帮好人啊，结果好人就变狼。七号共克，我们要不要接？七号是共克，票七票二，共票一，票七票七。哎呦！最后五号狼队友大声喊了个票七，成功让好人们跑票了。哎呀，抱歉了，七号就这样顺理成章的穿了小丑的衣服，还把一个好人推出去赚翻啦！赶快躲地洞，不要被警长呛到。哦。刚刚好像隐约听到六号说他是警长。那个，我就先躲地洞。龙城哦，所以长在干嘛？怎么枪酒啊？警长在干嘛？你为什么会枪酒啊？不是要枪？是要枪了他。对啊，为什么会枪？哦，你枪酒了是不是？是东哥。我以为都先被打了，没有，我很久没有那边东西，急着去抢，结果来不及了。打了，没关系。再加码一场。那这场呢，我忘记开麦克风的录音了，那就由我在现场帮各位配音吧。狼队友是二跟五，还假装接个电线。哎，这个七号怎么跑到我旁边停下来？他难道是小丑吗？先跑进便利室，看他会不会跟进来。哎，七号，你要干嘛？我小丑啊。你真的是小丑吗？那你要帮好人还是狼人啊？看你是什么，我就帮你。七号是小丑，七号是小丑。看见四号跑进便利室，立刻把门关上。四号该不会就是警长吧？那就先把他包掉。警长枪错了，从狼牌听到五号队友也刀了一个人，那狼人只要再一刀，我们就赢了。队友赶快刀啊！哎，碎呀！耶！哎，这场好快哦。九号活泼，你很活泼。九号，进没事进来干嘛？吃子弹了吧？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请按个赞，并且分享出去，然后留个言让我知道吧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 ，See you next time， 拜拜。